小雪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们为什么变小了？这又是哪里？这是成长电梯，只有升级到我们原本的7岁才能离开这里。电梯按钮我按。小雪小贝，我给你们准备了火鸡面。谢谢你大宝，可是我不能吃火鸡面。还给你小贝，你也快还给大宝。我不，我最喜欢吃火鸡面了，我现在就吃。喵喵喵喵。啊，我怎么减了1岁变成3岁了？谁让你不听我的呢？按钮我按。我给你们准备了美味的青菜。青菜有什么美味的？苦不拉几的，我才不要吃。我喜欢青菜，那我给小雪吃青菜。太好了，我长大1岁变成了5岁。哼，凭什么？我也要长大。看看下一个人给我们准备了什么食物。电梯按钮我按。我这里有汉堡和苹果。汉堡，汉堡，我要吃汉堡。那我吃苹果吧。好的，汉堡给小贝，苹果给小雪。喵喵喵喵喵。啊，我怎么变成2岁了？嗯哼，我只能爬着走了。我6岁了，再长大1岁，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按钮我按。小雪小贝，我给你们准备了热牛奶和冰可乐。我每次先选，每次都减少1岁。这次小雪你先选。好，那我选热牛奶。哎呀，这么热的夏天当然是喝冰可乐才舒服啊。我要冰可乐给你们。喵喵喵喵。耶，我变回7岁了，可以离开电梯了。我怎么变成1岁了，还带上了奶嘴？为什么我越变越小，小雪就越变越大？不公平！因为小贝，你吃的火鸡面、汉堡、可乐都是垃圾食品，对我们的成长没有好处。只有吃健康的食品才能好好成长。好吧，下一次我一定要长大。那我就先走啦。电梯按钮我按。小贝，老师这里有小烧烤和豆浆鸡蛋，你快选一个吧。哇塞，竟然有小烧烤，可是我必须选能让我长大的食物才行，不然我就会变成0岁回到妈妈肚子里了。伙伴们，快告诉我是哪个能长大吧，拜托了。